光大集团孙公司达明机器人宣布推出业界最轻的高负载协作机器人 TN20， 负载最高可达20公斤，搭配 ANR 使用可应用于半导体、3C 组装、医疗产业等。达明机器人表示 ，TN20 是最适合搭载 ANR 的移动式机器人解决方案。当 ANR 承载的重量越轻，就能大幅降低耗能及充电次数，提升使用效率，进而提升生产稼动率。超轻能设计则能在空间狭小或是 ANR 需要频繁转向的厂房 ，ANR 搭配使用 TN20 导入半导体应用时，内建智慧视觉能弥补行走误差，并精准定位进行快速的取放任务，无需额外整合视觉，降低整合的时间与费用。达明机器人开发的 TN Landmark 坐标系统，无论 ANR 与手背位置如何移动，都可透过扫描及时更新手背与环境点位的相对位置。达明机器人表示 ，TN20 能广泛符合各产业自动化需求，如半导体后段制程以大量的人力进行上下料十几公斤以上的晶圆盒及物流搬运，因此适用于半导体、3C 电子产业的料件搬运、货件检取、产品出入库以及医疗器材、药物的取放与传递等自动化解决方案。